洲东南方的塔斯马尼亚岛，面积是台湾两倍大。从空中鸟看，形状像个爱心，天生就有发展爱情产业的潜力。有海上乌鲁鲁之称的著名地标大坚果山，还有浪漫的酒杯湾。当地观光局也看好庞大的华人市场，其中壁画小镇歇菲尔德特别吸引香港观光客，都是冲着歌手陈奕迅而来。好多香港人咧都会嚟到呢度玩嘅，因为咧我哋得一个目的嘅啫，就系要玩陈奕迅 Eason 嘅画作。十年前，陈奕迅在小镇留下这幅画，画的意境是谢菲尔德很美，就算派直升机来，陈奕迅也不想离开。虽然画得很抽象，但有名人加持，还是成功吸引观光客。The thing that they must do is do the Seal Cruises. The Seal Cruises is fantastic, and there's not very many other places in Tasmania where you can do a Seal Cruise, so it's a must. Penguins are also great as well. 来到塔斯马尼亚岛，很多游客指明要入住海边别墅的八号房，因为大陆大腕演员吴秀波就睡过这张床。目前呢，华人来塔州的人数并不是很多。但是整个增长的比例呢是非常的快。我们将来这个地方会把它打造成一个婚礼主题度假酒店和纪念日旅行的目的地。亲自接待吴秀波的大陆地产商，就是看准爱情产业链，和高雄市长韩国瑜一样，找名人代言推销观光，让游客在一望无际的美景中再次恋爱。记者洪淑芬、陈正茂，澳洲塔斯马尼亚报道。